九日晚，于国家奥林匹克体育馆举办的巴沙明星慈善夜即将隆重拉开帷幕，一众大咖汇集，实在是令人万分期待。而艺人宋茜身穿镂空抹胸连体裤，性感亮相巴沙慈善夜红毯上，宋茜始终保持微笑，心情似乎并没有受到粉丝骂战的影响。面对记者的提问，宋茜直言：“现在心情很好，不会影响到和杨洋之间的友情，以后的合作也会正常进行。”宋茜和杨洋的绯闻闹得是沸沸扬扬。近日，宋茜发微博澄清自己目前单身，而昨日宋茜现身三里屯吃饭，巧的是杨洋也在三里屯吃火锅，两人所在的店相隔不到1000米，但昔日绯闻情侣似乎并未碰面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